别动！好啊，果然是你。带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夫人受惊了，多谢大管事出手相救。小人应该多谢夫人才是，若不是夫人，也抓不住这个吃里扒外的贼子。 你个王敬忠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刺杀夫人！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害我？是谁指使你的？王敬忠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眼下的处境？你计划败露，就已成弃子，你说谁会管一个弃子的死活？ 眼下就只有徐家能够保护你，只要你说出幕后指使之人，徐家就能护你平安。可如今你都自身难保，凭什么说徐家能够保护我？想要害我的人必然会对徐家不利，徐家当然不会坐视不理。 你想清楚，这可是你唯一活命的机会。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我说，其实想害夫人的。我去你的！什么？你们也不会放过我！快抓住他！ 杀了他们，保护夫人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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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师娘，没事吧？穆公子，这危险，你先走。啊，小心！八公子，快走！所有人撤，侯爷，
你伤好些了吗？衣无带。他们都说你葬身火海了，但我就是不相信。我受命前往山东时，有人暗中引导你怀疑我，我便向山东之行，一落入他人的算计之中，所以我一直有所提防。没多久便发现有人隐匿在我的四周，伺机而动。所以那场大火是你故意为之，就是为了引出暗中势力。虽然那些人我怀疑是欧家派来的，但是我一直不敢确定，直到欧家人以为我葬身火海以后便没了顾忌，他们还把在山东贪赃枉法之事污蔑在我头上。待我确定后，我便借机攻他个措手不及。要让他们相信你葬身火海，那场大火一定非常凶险，你本来就有伤，要从中逃脱绝非易事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回来的路上，我碰到万大喜，知道母亲迁怒于你，便赶来这里。其实你可以拿出合理书，便可以离开徐家。为何要委屈自己来到这个地方，受尽苦楚？我怎么可能会拿着合理书走？我不会走，我还要等你回来呢。